虎扑9月11日讯，根据意大利媒体 Football Italia 的消息，那不勒斯主席德劳伦蒂斯在采访时说，他已经请求欧足联将本赛季那不勒斯的欧冠主场比赛移至巴黎市的圣尼古拉大球场进行，这是因为德劳伦蒂斯就圣保罗大球场的使用权和那不勒斯市政厅有冲突。那不勒斯市政厅认为德劳伦蒂斯拖欠租金，而德劳伦蒂斯认为他应该买下圣保罗大球场，这真的是一场噩梦，完全降低了我们拥有这样一座国际化体育场的档次。德劳伦蒂斯说，我已经受够了，我不想再说什么了，这两年我要建立自己的体育场，如果你投入自己的钱去买地建体育场，没有人会对你说什么，如果条件都具备，这进度会很快的。德劳伦蒂斯还透露说，我已经要求欧足联将那不勒斯今年的欧冠主场比赛放在巴黎的圣尼古拉大球场。德劳伦蒂斯刚刚买下的巴黎俱乐部的主场，我将自掏腰包让1000名基层足球教练来到这里观看比赛。